買食嘅人咧，就如果同人食飯咧，次次佢都話都將單價會貴咗嘅，所以約人食飯最好就係咧約人食放題啦。所以今日就去食放題。大家都知道食放題是一場戰爭嚟嘅咧，所以係冇可能逐樣試食嘅，所以我淨係揀一樣榴蓮炸波，幾大個，同我差唔多大。你唔好理佢，佢真係一咬就啖啲榴蓮味衝曬出嚟，值得一試。好啦，食完啦，咁其實整體質素係中上嘅，咁價錢埋單連埋嘅95折啊，但又加嗰啲260，我覺得都 OK。咁有兩樣嘢要提提大家嘅，如果大家係見到呢度位逼咧，你可以考慮一下；如果你認係嚴逼嘅話咧，你可以考慮一下上9樓，就因為係同集團嘅。咁另外第二樣嘢，千祈唔好嗌炸雪糕。你是會死的，其他都很好吃除了炸雪糕，其他都很好吃除了炸雪糕。今天講到這裡先，拜拜。